就是说你们看我喝没喝酒就能知道这家馆怎么样了啊，喝酒说明这家店不错。各位随意，我干了啊。我就发现啊，这在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非常相似的街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就在这街里边小巷子里边藏着特别好吃的店。今儿个看大嘴带大伙去吃啥，你看这楼，哇，真有感觉啊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哦，到了，这人这么多，这是标准的成都餐馆子啊。他们家这生意做大之后啊，这边对门的都弄下来了，对门这也是曹氏肥肠，这才12点多，这人坐这么满呢。曹氏肥肠，这是什么肥肠？红烧肥肠。红烧肥肠，粉蒸肥肠，再来个烧白。这豇豆和茄子能拼不？再来个豇豆茄子，好多钱？太有成都特色了，这饭就在这儿，你自己打，那咱就不客气了啊，多来点。太喜欢在这种环境吃饭了，朋友。咱现在是这粉蒸肥肠，来，他这肥肠切的这是大条，哇，嗯，入口入魂，好吃。这菜得这么吃，不用配米饭，它这是上边一层肥肠。底下铺的就是这粉，这叫粉蒸肥肠，肥肠质子混到这个粉里边，哇，特别的香。嗯，他们家红烧肥肠倒挺纯粹啊，都是肥肠，这红烧肥肠就是这肥肠段。他们家招牌，这肥肠不是那种软趴趴的，不是那种特别糯的，它是特别 Q 弹，吃的特别的过瘾。我咬一口，肠油没有去腥。这肠基本就是冒在这红油里边，泡在这红油里，哇，特别的够味儿。虽然这个网红店比想象中的好吃，他们家菜都特别下饭，肠子做的真不错，流程化管理，上菜特别快，坐这儿没5分钟才跟上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谢谢啊。碰见粉丝，看来这家还不错啊，我的粉丝那品味可都很高呀。嗯。烧白，就有点像咱们那边的粉蒸肉，这烧白。烧白普通，正常口味，都是下饭菜。好吃吗？嗯，你觉着？好吃。好吃是吧？说实话，一般网红店我都不抱太大期望，但他们家这几个菜吃下来，哎，还真不错。我觉得可能是成都这厨子综合水平都比较强。哎呀，都不错，想整上两口，整两口。这歪嘴狼啊，来四川咱喝这个酒，以后是这样子，就说你们看我喝没喝酒就能知道这家馆怎么样了啊，喝酒说明这家店不错。各位随意，我干了啊，干不了。上电视了，四川电视，拔死的很，好吃是吧？继续保持嘛，是吧？有这店你活宝就不好好做了，你们家还是不错的，几十公里开的茄子就来了。人间烟火气最烦人心嘛，是吧？嗯，看啊，各位随意。这小助理又去咬饭去了，饭量太大了。这我们团队饭量最大的就是这位，这已经吃第三碗了。哎呀，那又搞了一碗啊。这是豇豆茄子啊，这个菜也太地道了，这茄子是这样一整颗的，它这个其实这才是下酒的好菜。嗯，那茄子做的话比肉好吃。这四川这红油太歪了，朋友们，四川红油太歪了。点评一下，我这顿饭花了88块钱，成都的这个师傅做饭真的是厉害啊，吃好喝好，走，继续寻找成都的烟火味儿。